兄弟们，目前预算5000左右啊，什么机型性价比最高呢？那就是13 Pro Max， 绝对是毋庸置疑，用过的都知道。A13 处理器啊，5000以内安卓机，没有谁能够与之抗衡的，不吹不黑。今天来华佳美淘，来看看什么行情可以搞定。兄弟们，来市场淘机器啊，人非常多，看一下来。今天刚开市啊，13 Pro Max 256G， 这个是个90电池的。这个是个99的，像这种99的话非常的少啊，非常完美 ，OK。这三个是512G 的，这个93电池，成色基本都有一个95星往上，两级成色。都是原装不漏气，刚到货的。老板的话已经打包了几十个了啊，少不了，都非常的完美。大哥这边，特别受欢迎啊。Nice.